我们第三次谈这个附魔。我们晓得这个附魔的佛供啊，在密教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它的口诀呀，也就是说，要把智慧本尊呢，虚空中的智慧本尊，把它关到佛里面，关到佛里面。那么自己本身呢？因为你自己已经变化成为智慧本尊，那么你自己也要进到佛里面。那么就是佛啊，本尊呢、啊，跟这个行者三者合一，在做供养，做佛的供养。啊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口诀。其实这个重要的口诀啊，离不开这个精神统一。在密教的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啊，任何一个法、任何一个观想、任何一个持咒、任何一个解手印，全部都是精神统一的。啊，精神统一的去做这个佛供，做附魔的话，很快的你就能够感应，能够这个跟宇宙意识啊互相这个沟通，跟本尊啊互相有沟通。其实修行的口诀呀，很多人问我啊，修行的这个要诀是什么？我都是跟他讲，你一定要精神统一的去做这一件事情，啊，修一坛法，修一坛附魔，都是精神统一去做。这个时候的那个接受啊，感觉啊，跟交通啊就不一样，啊，绝对是不同的。所以我每一次啊，我本人每一次做附魔，做火供。或者是在做修法，你只要凝神啊，把精神集中起来，那么越赶快去观想啊，去观想啊，去解手印啊，那么赶快的本身的去持咒啊，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啊，精神只要一集中啊。很快的，这个虚空中的这个智慧本尊呢，它就下降到你的身上。每一次做附魔啊，我几乎都有三次的这个入定呢，啊，三次的这个入定的这种状况。那三次入定当中啊，很短的时间之内，你就感觉到这个。本尊呢，从虚空中下降到你身体里面，跟你合一的这个天人合一的状态啊，很殊胜的那一种接受啊，很不凡的啊，非常荣耀的，非常舒畅的，非常特殊的那一种感受啊，跟一般呢这个。好像是说人呐、啊，在这个修行啊，或怎么样呢、啊，的确是不一样的。那个就是一种瑜伽，瑜伽就是合一的状况，合一，你已经跟你自己的本尊呐、啊、合一起来了。啊，中国经常这个哲学呀、啊，经常提到这个天人合一，只是天人合一啊，不是一个口号。也不是一个理论呢、啊，而是实际上你自己呀、啊，跟宇宙的这个意识啊，整个合起来变成一的这一种状况啊，做附魔啊，我认为啊，最容易达到，最容易达到，你只要很仔细的做，很仔细的去端摩，很细心的。去把本尊关入佛，你自己关入佛，佛本尊你，
啊，结合在一起的状态，就是天人合一。这个由密教来实现这个天人合一啊，是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。你看这个啊，一般的显法啊，在寺庙里面呢、啊，大家普遍，大家去做供养，香花灯茶果供养啊，然后点了香，拿着香啊，就拜一拜，然后就把香放上去啊，然后做一个礼拜，做完礼拜他就走了。就离开了啊！等一下啊，有时候没有离开的，隔了几分钟，赶快收啊，收盘子、花香灯、茶果啊，那些水果啊，因为你不收的话，等一下别人拿错了，把你的这个贡品都拿走了，你就在那边哭。在密教不是的，密教你供养出来的东西，佛供供养出来的东西都烧掉的。这个佛供养就是进到佛里面了嘛，就直接把它烧掉的，就等于是说佛菩萨已经接受了你的供养，便不回收的，便不拿回去再吃的。而且你精神统一的做这样子的供养，这个就是密教本身不同于显教的地方。啊，显教一般来讲做供养完了以后他就走了、啊、就收了就没有了啊，这个是不凡的地方。那么每一次啊我做火供的时候啊，一定是有接受的，就是一定有感应的。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接受，每一次都出现的，而且入定三回啊，这个本尊啊跟你合一就是三回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做火供非常重要啊，我们这个真佛宗的这个弟子啊，自从这个护摩法传出去以后啊，大家这个很努力的学习做火供。那么护摩法受了灌顶，整个仪轨你清楚明白，精神统一的去做，你都会得到很好的这个啊相应的这一种现象。那么火供当然有它的意义啊，这个烧掉啊你身体的这些烦恼跟业障，那么种种的仪轨啊，像你那个护摩木沾蜜，就是把这个苦的，把苦的变成甜的，有苦啊化为甜。沾蜜的意义在这里，也增加利益，增加利益，增加福分，增加福分，那增加智慧，啊，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。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啊，很多的这个细节跟很多的果节，你要一一去体会。那么好好的做火供，每一个弟子都好好的做火供，都会得到一样跟这个师尊一样啊，得到这样子那么好的这个接受出来，那个佛的这个光明啊，就会啊提升你自己，提升 你自己，让你更有福分，更有智慧啊，业障消除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方法。我认为啊，这个宗喀巴祖师啊讲啊，持名成就，三摩地成就，护摩成就，这就是大成就之一了，啊！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好，我又跟大家谈护摩，这个是四谈护摩，
啊，第四次谈这个附魔，这个附魔的火啊，在炉里面这样子跳跃，它都有它的本身的一个象征跟意义啊，象征跟意义在里面呢。这个佛本身是代表什么呢？它就是代表光明，火就是代表光明。因为佛啊，它会放出很大的这个热跟光，那么它就是代表光明的。那么佛呢，又象征着这个清净啊，清净啊，大家晓得这个我们密教修行就是身清净、口清净、意念清净。这个火在燃烧的时候啊，把所有东西啊都把它化为灰烬，等于吸空。这个时候就象征了、这个火啊把所有的业障统统给它烧掉了，就是清净嘛，就是清净了。那么佛本身来讲也是智慧的，你看他这个火啊在那里动的时候啊，就等于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跳跃啊，智慧在跳跃一样。佛也就是念力啊，你把你自己啊这个思念呢、集中在佛上面。这个佛本身呢，它的种种的形状就是你本身的念力去造成的，你的念力啊去造成这个佛，使这个佛本身在附魔炉里面跳跃。佛呢又象征的涅槃，涅槃呢你知道什么叫涅槃吗？啊，涅槃好像这个图比啊啊，图比啊，这个出家人圆寂的时候啊，用火一把火烧了，就化为空，就是归空了。他已经进入空性了，归于宇宙意识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他已经不动了，啊，这个不动啊，这两个字啊，不动很有意思。他已经不动了，归于虚空。就是涅槃的一个状态，涅槃的一个静止极静的一个状态，佛也就是代表着涅槃的。你看这个佛本身的意义很多，谈到清净方面，我讲一下这个白骨观啊，白骨观呢，就是用佛本身来造成的。佛本身呢、利用啊佛的观想来修成白骨观，进入一种极灭的状态之下。我们这个以前佛陀啊教这个弟子啊，你这个欲望比较重的意啊，意念比较重的，你要修白骨观，要修白骨观，那是把自己啊先观想哪里先烂啊，这个大拇指的这个脚趾头，脚趾头先烂掉，变成一点点的白骨，那么一寸一寸的烂，这个皮肤烂掉，观身不净，观想自己的身体啊便不是很干净的，里面啊全部都是屎尿心血啊，你自己身体不是很干净的，你看看这个眼屎啊、鼻屎啊、口炎啊、耳屎啊，这个头上的这些啊，那个流出来的这些汗啊、尿啊、粪啊、啊血液啊、心血啊，这些东西啊、器官啊、五脏啊，哪一样东西是清净的？然后你关到腐烂的时候还生虫啊，全身腐烂生虫，没有一样可以喜欢的。你说你啊，对于这个女色很喜欢，对于这个男色很喜欢，那个骨螺摆在你面前，你就去 kiss，
啊，你抱起来 kiss，其实你 kiss 的，你其实闻的是表皮，内在啊就是那个很可怕的这个骷髅。啊，这个其实讲起来是就是这个样。你说啊，你那个皮肤又白又润又细。其实啊，你知道吗？那只是一层一层表皮，那一层表面，你要观它是不净。当它流脓的时候怎么样？当它长虫的什么的时候怎么样？所以释迦牟尼佛教白骨观是，先从脚趾头烂起，然后全身烂掉，全身肉掉，变成一具白骨。然后再观所有的众生，全部都是这样子一起烂，烂的剩下一个白骨，然后再引自己的内火，本来的这个火星啊，把自己燃烧，把连骨头通通烧成灰烬，然后这个火再引到众生，再把众生啊全部通通都烧尽，变成灰，全部归于虚空。这个就是白骨观呢、啊，这个就是白骨观、啊。啊，我以前呢、啊，经常啊，看风水的时候给人家进金嘛、啊，那个就是拿那个人骨头摆好，放到这个土地里面。你看到、啊、那个白骨，你会喜欢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个白骨啊，是绝色美女。他有时候把那个相片呢、啊、贴在他的坟墓啊面前呢、啊，啊，贴在那坟墓前一看，哇，这么美呀、啊！这长华，这个乌黑乌溜溜的秀发，水汪汪的大眼，你知道这个东西一脱落了以后啊，就是一具白骨啊，很恐怖的。你经常把自己想成白骨，会熄灭掉那个意念、欲望。把你的对象啊想成白骨啊，你就会出家。啊，你要把你那个很喜欢啊，这个相貌啊绝好的对象啊想成白骨，你心理上你就会觉得，人生不过是如此的。就是白骨一堆，佛陀教的白骨观呢、啊，他是这样把自己想成白骨，把众生想成白骨，一点火，全部化为灰烬，全部化成白灰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人呐、啊，这个自我啊，想自己啊，老是想他的外相，要想自己的内相。想众生的念想，熄灭自己的这个欲望，欲望重的要修白骨观，其实没什么的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虚空一场，你这样子想啊，你欲望会没有，你的贪念呢、啊、会降下来，常常做这样子的想。对你的修行有帮助。要观身不净，看观想自己的身体很不干净的。那么由这样子呢，你就知道了这个火啊，护摩火，它象征意义，光明啊，智慧啦、啊，清净啊，涅槃啊，都代表着火。啊，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那我们今天呢，
是第五次谈这个互盟，第五次。那么东密的这个互盟啊，他这个互盟谈呢、啊，非常的这个庄严啊，互盟谈四四方方的啊，很庄严。他们呐、啊、做互盟的时候啊，这个结彩带，那么共聚啊，都是用金啊、银啊，那么有些都是镀啊、鎏金的，那么非常的这个看起来啊，让人家这个心理上啊觉得啊非常的这个喜欢。一般来讲起来啊，活菩萨喜欢的。哦，就是因为你自己喜欢的，跟活菩萨喜欢的，就互相这个呼应。这个坛城必须要你自己喜欢的，那么活菩萨他也心理上也一样会喜欢，这是互相呼应的。这个瑜伽啊，就是讲这个互相这种感应的。坛城本身要很庄严。很肃穆，那么很优雅，那看起来呢，让你心里欢喜，活菩萨一样也欢喜。我看过那个日本东密啊，这个成田山的这个护摩。那么在西藏方面呢，波米强巴洛珠，那目前来讲应该是西藏佛学院的院长。啊，他目前呢，也就是11世班禅啊的师傅，在西藏的最高的，现在目前在西藏最高的一个佛陀，啊，卢师尊呢、啊、跟他一起呀、啊，这个做护摩，啊，一起做护摩的。他们东密的这个护摩啊，是用桩啊，用那个桩啊切成的，啊，桩把它切起来的。但是仍然呐、啊，装扮得很庄严，用那个彩带啊，用那个色彩的彩带装扮得非常的庄严。这个护摩卢本身来讲起来啊，还是有它的规矩的，还是有它的规矩的。用颜色来布坛，以颜色来布坛，好像是用黄色啦。啊，用白色啦，用红色啦，用黑色啦，这四种颜色啊，也有象征性。那白色呢，是代表习斋；那么黄色呢，是代表增益；红色呢，是代表敬爱；黑色是代表降伏。另外，这个坛城呢、啊，按照规矩来讲啊，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啊，不同的形状。你要做降伏法，都是用三角坛啊，三角形的坛，这是降伏法；增益法是用四方形的坛，四方形的坛；这个敬爱法是半圆形的坛；习斋呢是圆形的啊，是圆形的坛。所以护摩卢啊，他们也有这个分别，那个在密教里面呢。都是取这个相应之用的。也有这个弟子问我啊，因为在美国地方啊，这个做护摩啊，在外面生火不容易啊。这个你一生起火，那个 fire truck fire truck 他就来了，这个救火车他就来了，啊，很麻烦，邻居也会去讲。那么有弟子就讲说，那就在自己的壁炉啊。啊，那个 fireplace 哈、哦，在 fireplace 这样烧护摩可以不可以？按规矩来讲是不可以的，是不可以。因为壁炉啊，壁炉里面啊，做护摩来讲，当然是很方便啦、啊，你烧护摩很简单，是很方便，但是有失庄严。啊，你这个本来你这是火供嘛。要请很多活菩萨下降的，难道活菩萨要从那个烟囱里面进来？你烧烧那个 fireplace，那个壁炉
一烧的话，那些贡品啊、佛啊往上面升，那你要叫佛菩萨从那个烟囱里面降下来，就变成这个黑色的，他们每一尊都是变成黑炭，而且那个壁炉啊，再怎么样子装扮，都是不庄严的，都很难啊，很难升起那一种很欢喜心的。啊，这是一点。另外呢，还有人发明很小的这个护摩炉，小了跟一个碗这么大。那大家想一想，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你那个护摩木啊，那个护摩木本身就丢不下去，那么你在静坐的时候，因为护摩炉小啊，你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火，你要入三摩地的时候，这个火它就熄了，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呢，让你这个入三摩地的那个炉很小啊，这个燃烧的物少啊，火不能维持的很久，你如何入三摩地呢？有时候打一下手印啊，手印还没有打完，这个火快熄了，赶快再丢东西，这个也不行的。所以一般炉啊，大小它还是有规矩的啊，要不失庄严。还要炉本身的大小有它的这个啊尺寸本身有规矩，至少啊你那个七寸的这个护摩木啊能够丢下去，护摩木它都有规矩的啊，它那个长啊啊长短啊它本身是有规矩，你不能做那个这么小的护摩木，这么小这么小的护摩木嘛。你这个如海供养啊，好像那些供品啊，一般来讲像那个牛奶的这个供品也不能只有放一滴吧，啊，放一滴。所以这个护摩炉的大小还是要配合我们人的身体，你不能讲说我人这么高大，那么护摩炉这么小啊，就小小的放在你面前，好小、哦、这活菩萨看了、啊、都是哎呦怎么搞的，我这大佛下降，结果看到的这个护摩炉是这么小型的啊，这么小型的。所以炉本身来讲起来也是很重要，我们呢、啊、生活中采取的是就是中道啊，中道，你护摩炉也不要做得很大啊，大的像游泳池那么大，也不用做那么大，也不要太小，小的跟碗那么小。那采取的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做一个比例，做一个比例来做那个护摩炉。因为它那个护摩炉啊，你太大了，你手本身也勾不到；太小了，你这个一巴掌就把护摩炉都打倒了，啊，一掌稍微一动就把护摩炉都倒了，这也不行。啊，卢师尊啊，曾经跟这个波米强巴洛珠一起做这个护摩，那么也跟那个花教的教主啊，这个达钦仁波切啊，也一起做过这个护摩。啊，这个可见我们这个护摩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多是啊，很多的大佛啊，也都是跟我们在一起啊。这个共同的用我们本身的心力、啊、去做这些这个法务，这些法事啊法务啊，都是大家共同用心力去给它完成。所以救度众生啊，护摩是很好的，因为护摩本身呢、啊、它会产生一种法力出来，那么活菩萨会下降，会感应道教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啊，现在是六谈护摩，啊，第六次在谈护摩。护摩本身有供品呐、啊，啊，很多这个弟子问师尊。
这个贡品呢，什么最好？我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你喜欢的就好，你喜欢的就好。这个很微妙的。我讲了你喜欢呢，活菩萨也一样会喜欢。所以贡品呢，很多是这样子的。很多人讲啊，要看活菩萨喜欢呢，那活菩萨喜欢什么东西呢？那就不一定了。一般来讲起来啊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：佛本身无心，佛的境界很高的，他便不稀罕你那些供养的水果，也不稀罕你的这个穿的衣服啊，也不一定喜欢你的车子、你的房子啊。所以，依照密教的道理。依你自己喜欢的，你去供养，那就对了。真正的很高境界的佛，他本身是无所求，但是他要跟你这个感应呢、跟你相应呢、是依你自己最喜欢的，他就产生欢喜心。啊，密教呢，它本身的这个道理就是，所以供品方面来讲起来。依照讲起来，就是说你自己最喜欢的拿出来供养，就是佛最喜欢的。那烧护摩的供品呢，在密教里面呢，也有两样东西很特殊的，很特殊的。有人看呢，这个我们生活中在做护摩，供酒。酒不是五戒吗？酒是五戒之一啊，不可以饮酒啊，是第五戒。第五戒是比较轻的一个戒了，没有错。我们生活中本身来讲起来，也要守五戒，最好你不要喝酒。但是你假如啊，喝少少，喝一点点。喝一点点药酒啊，晚上要临睡的时候喝一点药酒，师尊认可，说是这样子是可以的。为什么不能喝酒呢？因为酒能够乱性，把你自己的本性迷失掉，才不能喝酒。你假如喝酒，促进你身体的血液循环，你不乱性。这个本身来讲起来啊，你就是啊，酒变成甘露，酒就是当成甘露了。所以这世界上的事情呢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喝一点酒有益于身心的是甘露，喝过量的酒就是毒药。所以，当初释迦牟尼佛制这一条这个戒律啊，五戒当中呢，最后一条是不可以饮酒。这一条啊，是因为很多人因为酒迷失了本性的。啊，我们供这个金刚神呢、要供酒，要供酒的，因为酒是甘露。这个金刚神呢、这个饮了这个甘露以后啊，他精神焕发。他是走得很快，啊，他会办事情呢、他很快速成。所以我每一次做供养酒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供养金刚护法空行，这个酒的供养令金刚护法空行，这个所祈求的事速速完成，那他真的很快的就去把它完成这些。法务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这个护摩啊，也供酒的原因是在这里，是供养金刚护法的，金刚护法了。因为他们得到这种甘露以后啊，这个好像是精神充沛啊，很快的跑了，很快的去把这个事情就完成了。我们生活中的行者，最好不要。喝酒，你要喝少少，
量力为之。你超过量了，就是犯戒；你不超过量，算不犯戒。啊，我们生活中的戒律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有所谓的开戒，因为你一点点的药酒是可以的，它促进血液循环，啊，让这个药物跑到全身，啊，各个地方去，是准许的。那还有一样就是供香水，啊，供香水，很多人奇怪，哎，怎么我们撒香水？啊，卢师尊每一次供这个香水的时候，我会讲，啊，用这个香水以清净之香啊，供养诸天女、空行母，诸天女、空行母，他们会生欢喜心，因为这个香水啊，令你也产生欢喜心。有时候香水啊，也可以令人产生欢喜心。既然能够令人产生欢喜，也能够令诸天产生欢喜心，所以也供香水啊，这个是很特殊的，这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真佛密法里面是很特殊的两个东西。那么其他的呢，有供这个水啦，供这个 乳品，这个乳品不直接放下乳的，因为这个是火，你乳品太多放下乳会把火吸掉，所以这个乳啊就放旁边，放乳的旁边。还有这个大麦啊、小麦啊、芥子啊、芝麻啊、牛奶啊、香啊、花啊、灯、茶、果都可以供养的，甚至于衣服啊、布你也可以供养，这个是天衣。天衣啊，你喜欢的这个布，你拿去燃烧了，这是供天衣。这个都是虽然是象征性的，但是你用心供啊，就变成真实的。用心供啊，就变成真实的。所以供养活菩萨，你因为你自己本身欢喜，活菩萨他就欢喜，这个就是起一个相应。你供酒，他就很迅速的去完成。供香水就代表着清净，供这个你供那个香末啊，香末就代表着庄严，庄严佛果，能够庄严佛果的。你供茶叶就代表着法味，法味。你供饼干呢，就代表着这个资粮啊，资粮让众生通通饱满。这个也都有双重意义的啊，供水就是习斋亲近众生的心啊，供米啊就让众生饱满，供茶叶让众生得法味啊，供涂香啊让众生得到清净，都有意思的。供这个天衣啊，让众生都能够有衣穿啊，衣穿的啊，大众生通通都能够这个衣食啊通通都饱满，这个都是很好的，这个都是有双重啊，双重的意义在里面呢。这样子的供养，你用了心供，你这个心呢、啊、跟活菩萨的心呢、啊、相通，唰就是一弹指间呢、啊，就互相感应，互相感应了，二者之间就互相感应。所以护摩啊，是邀请活菩萨下降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法。讲到这里 ，Om Mani Padme Hum。这一次啊，谈这个安心法门，安心法门。这个有弟子问我，
说这个真佛密法啊，这个修行呢，是什么样子的法门？然后我一下子就给他回答说，安心法门。这个安心法门呢，这个范围是很广，很广。不过呢，它主要的一个意义啊，我将要这个说明，这个什么是安心，如何去得到安心。这个讲要如何得到安心呢，就很深了，很深奥了。以前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啊，有一个比丘，他在树林里面静坐，那么他来跟佛陀讲，他心不能安，心不能安。佛陀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心不能安呢？他说，我这个法袍啊，他在树林里面啊静坐的时候，他法袍破了，法袍破了，所以他心不能安。那佛陀再问他，他说树林里面有树叶掉下来吗？他说有啊。那佛陀就问他了，啊，问，现在问你啊，这个树叶啊从树上掉下来啊，你心安不安？他说安啊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啊来教导所有的比丘，安心法门就在里面。为什么自己的法袍破了，你心就不安？为什么你在静坐的时候，旁边这个树叶掉下来了，你心能安？这个在一点上，在一个我字上，我，因为这个法袍啊穿在你身上跟我有关，跟你有关，跟你的形象有关，所以你心才不安。树叶掉下来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你心能够安。这个就是我执上的问题，我执上的问题。释迦牟尼佛曾经为这件事情教导所有的比丘啊，大家稍微用你的意念想一想，现在啊，卢师尊穿这一件法袍，这一件法袍啊，就是法王的法袍，是甘丹第八法王穿的，他交在我身上给我穿的。哎，穿这一件呢，感觉上不一样，好像自己就变成法王啊，感觉上就不同，这确实是他的东西。那么这个法袍很旧啊，也有破了，底下也这个虚的，就觉得好像是怪怪的啊，去给他缝起来，就请毕真法师啊，这底下去把这些虚虚啊缝起来，也想拿去洗啊，拿去干洗一下，拿去干洗一下，因为他可能穿了几百年没有洗，这是一个传承的这个法王的法袍啊，一代传过一代，一代一代传一代的传承的这个法袍。但我一直还没有洗啊，这一件还是一样的，从甘丹第八那里拿来的法王法袍，一直穿在身上，还到现在还没有洗。举佛陀举这个例子跟大家讲，事不关己啊，关己则乱。修行人啊，先达到无我，
无我是一个条件，是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高深的智慧。这个是安心法门。天底下有烦恼，就是因为这个我字才有烦恼。当你修行境界高了，真正能够体会到无我了，你就不可能有烦恼。这个叫做安心啊，你心能够安。啊，像卢师尊现在看此世界，看这个世界，生老病死，种种的病，种种的灾难，种种的恩爱情仇，一笑泯之，笑一下就解决了。从不放在心上，今天你放在心上，绝对有烦恼，而且绝对逃不了。我讲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话，今天你修行，你不把我执给他剔除的话，你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叫你哭笑不得，叫你永远承担累世的业障，永远没办法解脱你自己。你都是为了自己嘛，自己得你就笑，自己失你就哭，一天笑啊，一天哭，这个真的是哭笑不得。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，人生没有什么好谈的，你一看过了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从夫妻啊、婚姻啊、事业、感情、儿女、学业，没有几样的，就是这几样啊，就把人所有的人都累坏了。今天你做真佛密法的修行，就是安心。你为什么你关心到自己了，你心就乱了？那别人呢？你心会乱吗？你当然心里就不乱了，因为不关你事嘛。这还是一个我字在做什么？这个佛法很深奥，你今天要解脱烦恼，解脱你的痛苦，唯有的方法就是你有无我的智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说哇，我定力很高啊，啊，定力很强，没有错啊，定力就是石头压草。你定力像石头吗？草被你压住吗？只不过是勉强把这个烦恼压住而已。今天你定力一失去啊，马上草就又复活，你又有烦恼。要从定力当中啊去深入智慧，得到那一种宇宙的智慧以后啊，你才能真正烦恼解脱，才能真正安你的心。哦，你为感情事情烦恼，为婚姻烦恼，为名烦恼，为利烦恼，为儿女烦恼，为事业烦恼，种种的烦恼，为观是自己而已。今天你把自己观成无相，虚空一样，烦恼何在啊？啊，今天就谈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好，我们来谈这个法界安立啊。所谓法界呢，可以讲说整个宇宙意识啊都是法界的。在佛教里面谈法界啊，就是十法界啊，十法界，十个法界，四圣界啊，又有六道，加起来就是十法界。
那么法界安立啊，在密教里面呢、啊，有两个这个图，有两个图，一个是金刚啊戒曼陀罗，一个是胎场戒曼陀罗。我以前讲过，金刚戒、啊、就是表示果地的活菩萨，胎场戒就是因地的活菩萨。啊，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那个因地的活菩萨，到了得到果位的这个活菩萨，就是金刚界跟胎场界这个分别。很多人问我啊，他说：“那个卢师尊，你教人家啊、哦，这个呼吸啊、观想的时候啊，要白光吸进去。”那个黑气啊，这个再呼出去，吸啊，要吸白光，那个黑气啊，要吐出去。那么他就问我啊，这个白光从哪里来啊？啊，白光要从哪里来？其实白光啊，是从宇宙意识那里来，从虚空中来，但是你没办法想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让他看，他才能够想出来，哦，原来白光是从那里哦进到我鼻子里面才进来，然后再呼出去黑气，全身黑气这样散掉。啊，很多人这样子说，那什么东西可以象征那个白光呢？密教里面就是用曼陀罗。用曼陀罗作为这个一个光明的一个象征，这个一部啊，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呢、啊，这个宗喀巴本身所讲的密宗道次第广论，完全就是在建立曼陀罗，从头到尾，在讲四部法当中啊，完全建立曼陀罗开始讲。也就是法界安立，法界啊，令他把整个宇宙意识的法界啊，先给他分析的非常清楚。啊，他意思就是这样子讲，曼陀罗呢，就代表着法界的安立。啊，每一个曼陀罗里面呢、啊，都有主尊啊，都有主尊的，那么也等于是有本尊。那么本尊旁边又有眷属，啊，眷属旁边又有护法，啊，法界就是这样子安立的。那么你将来啊，我们真佛行者每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啊，可以安一个曼陀罗，或者是坛城，就代表白光啊从那里进来。那你在观想的时候，就观想眼睛闭起来啊，观想白色的光啊从曼陀罗那里进入。啊，你的鼻子下去，哪怕旋转一圈，九劫活空里面呢、啊，呼出来是黑色的，就是你身体的黑液给它吐掉，吸进法界的光明净光进来。所以净白啊，吐黑，就是在做这个消除你业障的这些工作，把业障啊整个消除的这个工作。那么你业障一消除了，你心也就能够安了嘛。业障不除啊，你心永远不安。啊，心呢、啊、就比较难安。啊，事实上啊，我们修行啊，安心法门，安心法门法界安立以后啊，你就好好的修你的这个安心法门，啊。这个金刚界曼陀罗跟胎场界曼陀罗，就是两部大曼陀罗，在密教里面就是两部大曼陀罗。这个传说很多啦，有的是讲是这个龙树菩萨本身所那个的，那么也有这样子讲，也有认为啊是这样子，是善无畏，善无畏胎场界。曼陀罗是三无畏啊所制作出来的，那么金刚制就是制作这个金刚界啊曼陀罗
一般的讲法是这样子。那现在的密教里面，像西藏啊，这个密宗里面有很多的汤卡，所谓的汤卡其实就是曼陀罗，其实就是曼陀罗，也有这个一尊的，也有一尊的，也有包含了眷属的，也有包含了眷属的，那么也有包含了眷属护法的，那么更多的是大曼陀罗，大曼陀罗啊，就是很诸尊的。很多尊集中在一起的，都叫做大曼陀罗。还有一个法曼陀罗，法曼陀罗呢，就是用标志的，用这个用标志去标出来的这个曼陀罗，也有文字的曼陀罗，就梵文的这个曼陀罗，上面只有梵文的这个曼陀罗，很多种曼陀罗，也有三昧啊曼陀罗，三昧啊曼陀罗。那么种种的曼陀罗啊，都可以称为是法界安立，法界安立。那我们修行啊，你必须要依靠你，你跟哪一尊最有缘，就以哪一尊为本尊，就供奉哪个坛城跟哪一种的曼陀罗。所以你从这里啊，因为你是哪一尊，那么你的本地是哪里？你的护法是谁？你的眷属是何？通通在法界里面就显现出来，就可以显现出来。所以密教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选择这个头衔的本尊呢、可以讲起来就是在你自己在选择你自己的法界。你这个拿着这个拿着花。这个抛花，这个花落在哪一尊上，你就是选择哪一尊当本尊的。那么你就跟这个本尊有缘，那么眷属有缘，跟护法通通都有了，这个就变成一个法界的一个三昧呀、就是一个安立的这一种三昧呀、就产生出来了。这甘丹。第八这个法王啊，到了我们雷藏寺，你看他在抛这个哈达，要献给哪一尊？一抛，说也奇怪啊，每一个哈达都抛在那个每一尊的手上，他自己讲了，雷藏寺跟彩虹山庄呢，这个活菩萨都是很灵的，每一尊都出来用手接他的哈达。就勾在这个手上，按照他们讲的，差不多10个哈达，差不多中了三条哈达在手上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10条哈达，10条都挂在手上。所以，我们这个雷藏寺的这个诸尊呢、跟彩虹山庄诸尊呢、都是佛的，都是佛的佛菩萨，真的是佛了。都是仁波切，真的都是佛佛的。所以他这个一抛啊，表示挂在手上，就是表示有缘挂在手上啊，刚好用手给活菩萨用手给他握住了，就是非常有缘的，非常有缘的。那么你就是要选择自己头缘的本尊，那么你好好的修，就能够在法界里面安立。法界虽然是虚空的，但是也一样要安立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